请欣赏相声《恭喜发财》，表演者李云奇、刘霄航，掌声欢迎。哪能全死啊？死一个也不行啊！他
敬重他们。好，那是时候了，那是确实都喜欢他们。尤其现在还有小鲜肉呢，现在有啊，有喜欢秦霄贤的吧？啊，有喜欢孟鹤堂的吧？哎，你看，有喜欢这个周九良的吧？呀，有喜欢孙鹤宝的吧？有。你看，这都是鹤宝的粉丝。鹤宝确实说得好，唱的也好呢。嗯，往台上一站，有时候我们无非就是说唱两样。对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四门功课吗？哪四门？脱鞋上炕吗？下来，下来。嗯，怎么你困了还要上炕？快点，快睡觉了是吧？那不行，有时候一上堂来啊，就唱两句让您高兴。哎，当您高兴呢，很快呢把您带进我们这个相声故事情节里边来，融入这个氛围。有时候一上台就唱两句，哦，上来就唱。对，有学生走上台，深大一步啊，哦，靠山调。我们这里来相会啊，能不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刷刷地来点掌声啊？谢谢。哎好，南平的大胖身子，哎，差点喊了腰子是吧？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今儿这么热情哦。现在呢，我们东北呢也有分社了。对了，哪位分社您各位知道在哪儿吗？哈尔滨。哎，长春和哈尔滨都有我们分社啊。现在今天我看微博上又见了，郭老师已经去苏州了，在苏州，可能是今天晚上演出哦。苏州我看呢，可能也要开分社。是。现在北京这几个小剧场大家都知道了。哪儿？你包括什么广德楼啊？三庆园啊，天桥德云社呀，三里屯都有。嗯，外边现在更多了。外边都有哪儿呢？外边现在你像哈尔滨，哦，也是东北。长春离得更近了。天津有。南京是。听说还要开苏州，有计划。上海对。啊，杭州，嗯，三亚，嗯，哈萨克斯坦，孟买、新德里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。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安卡拉、过塞塞、俄罗斯、莫斯科、乌克兰、沙特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兰、到芬兰、瑞典、新加坡、摩洛哥、丹麦、德国、波兰、波兰、华沙、捷克、波兰、匈牙利、布达佩斯、马加、保加利亚、索菲亚、希腊、巴尼亚、南斯拉夫、意大利、瑞典、法国、巴黎、马德里、上海、圣保罗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马德里和尤里海、大伦敦、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、冰岛、布达佩斯、美洲、到加拿大、魁北克、纽芬兰、多伦多、纽约、华盛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、墨西哥、中亚、美加、危地马、洪都拉斯、厄瓜多尔、加哥比亚、玻利维亚、黑海、巴西、南非、阿根廷、布宜诺斯、爱丽丝。哦，您看看，这都绝了！啊，这些个不过呢，不瞒您说，嗯，走过了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啊，啊，今天来的德惠这儿，此地给我的印象最深了。怎么呢？天气凉爽，哎，很舒适，这天儿特别好，嗯，观众也热情。对呀，我回个建议啊，怎么了？在咱们德惠开一分社，嚯！而且呢，大江南北，听说郭老师今年要出国，是，我觉得走过大江南北，全国各地这一年上万场演出，嗯，我来到这儿心里高兴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咱们德惠的观众是最热情的，嗯，你看看，素质是最高的，对，真的各位，是啊，那而且我得跟大家还得套个近乎，怎么呢？我来这儿还真不是外人。您怎么就不是外人了？咱们德惠此地有我的亲戚。您在这儿有什么亲戚啊？我妈呀，就我母亲呢，是咱们德惠人。嚯、哦，哎，各位，来的没外人，都是家里人。等你回老家了。对吧、哦？能看出咱们今天的素质还高，是吗？各位的素质，你看踏踏实实乐啊，踏踏实实鼓掌，很认真。捧我们德云社。对，看孙鹤宝、洪九点二位老师的表演，嗯，让他歇一会儿，休息休息，休息，因为后边还有一个节目，还得大家翻场呢、啊，还得接着演。我们的任务就是给您，您说两个小笑话，哎，让他们歇一会儿，嗯，鹤宝他们有点儿，哎，说师哥，您使多长时间？您演多长时间？我问他，嗯，我说你看看有多长时间呢？人家给我时间了。啊，哎，我给您咔边说，您也别着急。对，尤其大家能看得出来，各位现在素质也高。
您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看这掌声这么热烈，笑声不断，掌声不断。哎呦，素质高，您看看。而且我跟大家呀，这个跟大家我得报告一下啊。怎么呢？不光现在您各位素质高，还怎么样？我们德云社的大部分演员，素质都提高了。是吗？对，而且文化上现在来讲，我们德云社大部分相声演员都是大学毕业。朋友，你摸着良心说的。我别摸良心，我就先问咱们这个一字能不能喊齐一点，各位。哎呀，还有多不齐。我再来一遍 啊，我们德云社演员现在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。哎，咱俩是一个单位的。是你单位啊？德云社。德云社能写的吗？啊，对，这不姓王良吗？这谁问你那四个字儿？往下德云社。德云社不有点像这个喝往下边讲吗？你往上看中间。中间。德云社。德云社。就这个买卖。对的。能有大学生。我给您提一位各位熟知的。您提起来。大家都知道的啊。谁呀？这位也是我们德云社的小鲜肉。哪一个？郭麒麟。郭麒麟大学毕业，你给他买的？我买像话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？怎么呢？朋友们，咱们把时光回溯一下，这件事儿大概发生在2009年，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热搜这个功能，郭麒麟辍学事件我登上了北京晚报，标题是郭德纲之子郭麒麟初二辍学了，他大学生，可能我没考察清楚啊，这不是啊，您多原谅，有点糊弄人了。我再说一位，各位可能更知道了，您换个人吧。大学毕业啊，哪个？郭麒麟的爸爸。哦，于谦。大学毕业。你带点气势呢？我拦您一下吧。啊、郭麒麟啊，对，他爸爸不是于谦吗？那郭麒麟的爸爸高峰不是郭麒麟他爸爸，对外得说郭德纲，对，什么叫对外？对内得说是侯震，怎么还有侯震的事儿？还有高峰的事儿啊？那就得是郭德纲，郭德纲老师，哎，大家都熟悉，都了解，有知道的，郭德纲老师大学毕业。朋友们，这个历史的车轮啊，他总是会重复的。郭德纲先生和他儿子郭麒麟一样，都是初二。真的，我都怀疑，可能初二对咱们老郭家来说是个坎儿。爷儿俩啊，两辈人愣没迈过去。当然，可能也是腿短了。说最可惜点了啊，他们郭氏父子这一辈子怎么样？愣没见过化学书。见不着，那这个任务就要寄托在六岁半的郭汾阳的身上了。哪位孩子？六分羊，六岁半的郭汾阳现在听说已经自己会穿衣服了。哎、呦，太不容易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再提一位是大学毕业。您换个人。岳云鹏。漂亮。大学毕业。您看他挑的人，岳云鹏啊，这还真不是初二，那他正初一。这别说化学书，他连物理书都没见过呀。14岁进北京炸酱面馆端盘子的，他念过书吗？哎呀，你说今天我怎么有点可能身体不大舒服，怎么说出来这话都不可信呢？我再说那各位观众肯定熟知，肯定信了。再换换吧，这位叫张云雷，4年级，小学4年级，就这种好家伙的，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啊！他这个文凭，用官方名词来解释，叫学龄前儿童。他哪上过学呀？你说这事闹的，今天我回他娘家，我有点出丑了。各位，您太出丑了。您各位，您可得多包涵，您多做自我批评，好吧？啊，您得批评得着吗？人家。我再说一位啊。谁？准是啊，烧饼。我的妈！大学毕业。您挑着人家就能摘我神机吗？好的，烧饼啊，这个怎么形容他的学历？学校这个概念啊，对于烧饼来说，占于去过，
拿学校当景点儿吗？干嘛？小时候那也讲不假事，背着书包到学校门口了，发现人去楼空，学校搬家了，没通知呢。你说这事儿，转身进北京了。那时候学生讲，九岁就进北京了。他哪儿上过大学？那他就算文盲吧？怎么这？您说我说这几位都不是大学生呢？多新鲜！你净从你们云字儿要哪儿有啊？师傅在观众里亲口说的呀，云字科呀，这是我们这儿资历最老，但是素质最低的一帮人。那时候缺人啊。看你们谁带鼓掌？刚才一说这四次啊，我看你们谁带鼓掌？还素质最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怎么的？您自个就没有高学历的主播？我这儿非得拿馒头堵你的嘴。谁？栾云平。啊？对对对对，是不是大学生？是。大哥，你要说栾云平，那欢乐大了啊！他何止是大学生啊？那家伙那是社会上的精英啊！那是人才呀、啊，这是栋梁啊，这就是咱们德云社的顶梁柱啊！怎么咱这么费半天劲，这催人尿下，这个一个鼓掌都没有给哥、啊，我是向副总表明我的态度。那个刚才栾云平老师也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什么后半年呢，给这个刘霄王老师安排80场商演。你媳妇儿呢？不算数。那可什么用啊？对，咱们都是别的，咱不说远的，咱们说近的。近的。各位站在这儿，刘霄王老师，我刚才说半天了，听说您大学毕业？我倒是上过大学。来的咱们家乡，来的我们家乡，您得说说您是什么大学毕业？我们那学校叫北京外国语学院。哦。外国语学院。对吗？说相声了。不让。不允许的。外国语学院，各位，这可是高学历啊，好学校。外国语学院，您学的什么专业？中文。外国语学院学中文讲话啊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不让？中文怎么就不像话？这是咱们的母语啊！你这样的母语不行吗？你身为华夏儿女，你对得起黄皮肤吗？对得起你黑眼睛吗？你都，哎呀，李云杰，你都妄称炎黄子孙这四个字，我这就死的好不好啊？还好，没听说，凭什么不让我学中文？我就说你学中文，我比较吃惊，知道吗？不吃惊。而且我学这专业跟您这差不多，各位也可能了解。您这个专业叫？我学的是全景无副组织贴出术。你说的说慢点，我也大学生了，我您等会儿啊，您别划过去，我不是划过去了。不是，您这专业叫什么？全景无副组织贴出术。你要不具体解释一下呢？美容美发。您学的美容美发不可以吗？好，就学这一个呀。好好好家伙，这可有点儿，对不对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也有大学呀。您这个，我在这儿隆重的跟家人汇报一下啊。怎么样？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。哎呀，谢谢。哎，太不容易了。有学问，跟您开玩笑。各位上演，怎么也睁开你眼看看，怎么着？这里边是什么？屎。拿起嘴说，书，知道吗？您这里边，哎，我跟您各位，我不客气说啊。怎么着？这里边满死的痉挛，怎么疼死你？满腹的痉挛，好像五脏六腑没一个地儿好，全抽抽了。各位没法跟他聊天了，你看看老人这种眼神，这种语气，我满腹的痉挛就是有书啊，满腹的痉挛嘛。朋友叫做满腹痉挛，痉挛就是抽搐。哦，我满腹的痉轮，满腹满肚子都是张鹤伦，你把它吃了吧，别吃了，还吃活人的，有学问。是，我不信您在这儿当着同学，咱们家人您考我，有学问，我还考过。哎，出口成章，有这宝吗？拿起嘴就说，没有不认识的字儿，没有不认识的什么？没有不认识的字儿，
你要把你舌头拿出来运运呢？没有不熟悉的词儿，词儿。哎，您随便考，有学问，你拉一点过，马上给你说出来，知道吗？拉不拉点过怎么重要？说一成语，当当当当当当，马上脱缸而出。你拉了，脱缸而出，怎么你拿着大饼呢？是吗？要拉，为了脱缸而出的，就是有学问。小问，您听这个词儿，对吧？好家伙，您那叫脱口而出啊！您这意思，刚才提到了什么？要学问，成语，成语，成语，哎，成语。行，您要说到这儿了啊，那我得难为难为您了。您说吧，咱现场来回文字游戏，可以啊。我出一主意啊，来回成语接龙。怎么个成语接龙？就是自头咬自尾。好啊，我呢先挑这么一个词儿，嗯，我说这个词儿呢，最后一个字儿。您开始往下接，嗯，打这词儿呢，一个捋着一个走，一个捋着一个走，啊，最后从这个尾音一直接，最后还得接回来我说的这个词儿上，这叫成语接龙。没问题，您说吧，您提一个，可是我给您提点要求。什么呀？来这儿了，各位观众这么热情，这么好，你说出来这成语，咱们准备开始，也是祝福各位观众的，一鼓掌，算通过了。那太好了，你说吧，朋友们，我这还真有一好词儿啊。我这四个字说出来，同时也是祝福在座的您各位啊！我这四个字是恭喜发财。发财！掌声响起，这算通过了。恭喜发财！您可得从这财字开始往下接，嗯，最后再绕回这个恭喜发财上。没问题，我也得给你提个要求吧。要求。您也得是句句吉祥话，嗯，您也得祝福各位观众朋友们啊。每说出来必须是祝福的，都得是好词儿。听这个，您从财字往下接，财，祝福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是财源茂盛。好，哎呀，好词儿，今天这热情啊，上盛况空前，嗯，钱钱，各位前程似锦，嗯，锦锦上添花，花花好月圆，圆圆满。羊羊羊变月马马到成功，恭喜发财！马上，嗯，朋友们，朋友们啊，他居然成功了，那没什么呀，这多不容易啊！嗯，从恭喜发财这儿说，接到恭喜发财，真的不瞒着你各位啊，知道今天来德惠演出，提前半年就开始背，背成今天这不容易，他这么大岁数，就哈斯海默似的都。您要背下来不容易，您这意思？您这个，好家伙的，这词儿，这都是老词儿，那叫老词儿，这都俗套子。到我这儿成老词儿了都。废话，您要来这个，咱得即兴发挥了。即兴发挥，咱不能从这个恭喜发财开始接。您这意思？我随便给你挑一字眼，看你敢不敢接。您说吧，随便挑个字啊。您说吧，说这一啊一，你看看各位，外国语学院的这个高材生，认识一个呗。那亲戚，不认识一个傻小子，张嘴就来一一啊一一人鞠躬，可以吧？哎，恭喜发财，霎时间就结束了。对对，好像一个词儿人就接过来了。这都拜你出的吗？要给您换个字啊，来吧。我后来你能说出一万四来？这太简单了，这个。哦，你说我挑这简单是吧？对了，朋友，难度来了啊！您说，我要再挑字儿，嗯，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咱俩是串通好的。您的意思？我出一主意啊！您说，让现场观众朋友们给你挑一字，你开始往下接，怎么样，各位？好。咱们哪位哪位去吧？好。您哪位自告奋勇？您举手给您挑个字。不，咱们玩儿。不是观众不爱玩儿，爱玩儿。你听听，不爱玩儿，爱玩儿，不爱玩儿，爱玩儿。耶，谁跟你玩儿呢？你赢了，好吧。多新鲜呢，人家是很热情，人家让我挑这个字儿。我得跟各位说说啊，怎么着？挑可行，各位，
您咱们得和音同字不同哦，这是不允许的。音同字不同，这有点难度，好吧？啊，那咱们出吧，哪位？哪位举手给挑个字？德，哪个字？德，德云社的德。好、啊，哦，德惠的德，这不一个字儿吗？那倒也不成，是德惠的德吗？是德惠的德吗？德。德干嘛大姐啊？听这个啊，让我恭喜发财呗！德惠真好啊！德惠真好，你还真会夸啊！对，真好，啊、德惠真好，对，你这算成语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两个好，好，什么？对，好人鞠躬，你去，好人鞠躬干嘛？怎么一听就是高材生是吧？好，高材生多一点。朋友，你给我解释，台上鞠躬的哪个是坏人？不明白这不行，好人鞠躬干嘛呀？好人鞠躬，这词儿不能记，好人鞠躬，哎，绝了！好，好歹咸鱼。哎呦，这还真是句成语。好歹咸鱼。哎，鱼。您说没人会写，我给您写出来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往下接？
表，他要不接，黄老板鼓掌，羞臊羞臊他的面皮吧。表表，听这个，来，表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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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什么高深的？最起码咱们在辞海上很难查到的。什么？扁的一生。您管这叫成语？对。什么叫扁的一生？这扁两面是西安特产。哦。摔出来的。哦，你生词叫扁的一生。哦，合情合理。对呀、啊。那您接这个生生，声势浩大，大，大红大紫。哎呦，这也是好词儿。演员都盼着大红大紫吗？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对呀、啊，紫，紫气东来。哦，这是老子出关。这也是典故了。西出函谷。太对了。来来，来者是客，客客随主便，变变化万千，千千辛万苦，苦苦尽甘来。嗯，嗯，来，朋友啊，这字眼我听着有点耳熟了，怎么又是来？来来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之能战，战战之能胜，胜胜利锣鼓，鼓鼓往今来。哎呀，怎么又是来呀、啊？哎，来来来。来来来者不拒，拒拒人千里，礼礼上我来。票，你喜欢这字儿是吗？来，还是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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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者不善，善善者不来。还是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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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老弟，老板来了老弟。能接能接啊！地地地上天宫，不恭喜发财，好！谢谢谢谢。